哇，活明星。你见过死明星吗？也是没有这个机会，也是没有这个机会。他职业非常特别啊？什么？他是一名护士。什么？男护士？哦，男护士。那也不能是女护士，我就站在这儿。两个人是有渊源的，对不对，毛毛？对。嘿、hey。你说，哎，我这个嘿很干嘞、哎。你听我说啊，就是我说了嘿，你以后最起码接个嘿嘿，对不对？大家这个互动一下。嘿嘿嘿嘿嘿。四位研究生，你熟的是谁啊？都不怎么熟。你太过分了。你想看谁给你打的分？我其实哪个都不太想看，因为感觉都不会很高。你看看吧，你就看一下吧。你怎么这么固执？如果我问出来你打的分数低，大家也尴尬，是这个想法对不对？我就要让他们尴尬一下。他们不会尴尬，分都打了。说一点点瑕疵。没有瑕疵呀、啊、没有瑕疵。我自己在耳返里面都听到前几句是跑音的，而且还哆嗦。那你自己都认识到了还用别人说吗？来，有马大叔。我是白开水。幸会幸会，我一直顶着一直看，而且我是特别激动，他确实最后是冠军嘛。不敢，歌词我都记得很多很多。不敢，我觉得你那歌词把我一百岁以后都写了。谢谢，特别喜欢他的音乐。话不要说了，这位大叔。我们就吃饭去。毛毕唱歌的天赋是从小就有吗？还是后来被发现的？没有天赋，就是瞎唱，就唱成这样。对，你这样，你让同样搞音乐的小松老师情何以堪？小松老师是非常优秀的音乐制作人。说你唱的不行，就你耳朵好使。